家好，今天我又要用这些变魔术啦。今天我们用的有小星星，要做什么呢？要做星星。哇，漂亮的星星。海绵宝宝。海星吧，是不是啊？星星。哇，先做这两个海绵宝宝，咱们先来做一个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嗯，它的嘴巴，好，眼睛、眼球，点个白色的点，嗯，白眼球，快点上吧，那块还空着呢。剩下咱们涂金色的，嗯，妈妈，金黄色。妈妈，等会儿，咱们先把它洗。黑色的眉毛都空的呢，上面。妈妈，要不你把眉毛稍微金色的身体涂吧，全部涂上。这手指肯定不太好整啊，对吧？嗯。下面我们要放进水里喽，让它瞬间变成海绵宝宝。Hello， 放进去吧。哇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它错位了。没事，它一会儿鼓起来就好了。一会儿我们的海绵宝宝就会轻点，轻点，自动鼓起来。哇塞，刚才这个是我爸爸做的。做了一个蛋，先放里，别动，它还没有成球呢。啊，怎么就是放不下来呢？把那个脚放下来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放出来喽。终于放出来了。啊，那我们再来做一个星星吧。好，海星。平平的，放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动它，要一晃它就流动了，就不是。你看，现在是五角星吧？这个鼓起来了，先别动它。我们再来做一个什么呢？做一个
小兔子吧。好，可爱的小兔子。兔子眼睛黑色，哦，有点多了。哎呀，咱们先算一下吧。好，我们重新来涂一下，还是你来吧，我有一点点笨啊。妈妈，我有一次也是这样，是吧？刚开始要慢慢的挤啊。谁都是这样。嗯，我也是从这儿。眼睛涂的不错，然后这个颜色，你不要往这点上涂，你往这点上涂，就让它挤过去啊。这涂边儿呢？对，让它自己过去，对，要不它就会流动了，眼睛就不圆了。身体要用什么颜色？蓝色，蓝色吧。蓝色，嗯，好，我们的小兔子要进水里喽。小兔子要出来喽！哇，那星星翻过来了，翻过来了，成没成型呢？有没有鼓起来呢？哇，这边没有鼓啊，漏气儿了吧？看看我们的海绵宝宝呢？哇，海绵宝宝好精哦！看看我们的海绵宝宝，哇，眼球有点那个什么了。那个眼球实在是太小了，不好。嗯，星星还没有鼓起来。看我们这个蛋，哇，蛋里头有一个小蛋蛋，看看，哇，晃悠悠的，它正在里面。这边全是这个银色的。那我们还急吗？再来做一个。做一个简单的吧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做个星星。这个呢，我这边呢是。一块挤呗。做一个双色的心。哇，这个蛋是你的。好，给它放在水里。哇，双色的心。妈妈，我的创意好吧？嗯，你的创意非常的好哟。咱俩一起挤，然后它就会挤出双色。看看我们的小兔子翻过来，看看漂亮的小兔子还没有成型，但是很漂亮喽。这个还没有鼓起来。妈妈，这个好像是刚才一不小心碰了一下，所以它没有鼓起来吧？嗯，所以大家做的时候千万不要碰。对，一碰它就鼓不起来喽。鼓不起来了就扁了。对的。好，那咱们把之前的一些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嗯，看看，这是我们做的螃蟹、海马、海豚、小乌龟。这个都很漂亮，花呀，很漂亮的花。章鱼咱们做的这样看还是好点，要是这样看眼睛就不好了。好，那这些呢就是我们来做的，还有一个都很漂亮。这是我们之前的作品哦。还有这个蛋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。
见，拜拜，拜拜。